秦再珍女士，她是国际社的资深会员了。她出身于票友世家，那么清新的青衣张派的艺术，她的行腔特别的宽厚甜美。多年来她曾经参演的这个剧呢，像《秦香莲》、《望江亭》，还有《大灯殿》，都是张派的名剧，登台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张师耀先生，他是也是我们的资深会员了。他主攻的是裘派花脸，然后张先生呢，他对这个镜行，所谓生旦净末丑，这个镜就是花脸啊，他情有独钟。他的演唱呢，声腔浑厚刚毅，颇具的神采。对，那么还有一位要介绍，可能大家都挺熟悉，他就是我们的会师、理财师姚宁刚先生。他呢，从小跟他爸爸听戏听多了，这一上年纪就迷上戏了，忽然知道我们休斯顿有国际社，然后就加入进来，他就是我们一发不可收拾。他嗓子可真好，他唱老生和小生，待会儿大家可以领略一下他声音。对，二进宫这段戏啊。懂戏的票友或者是懂戏的来宾都知道大探二中间的一折戏，这一段戏呢非常难得的就是啊，因为我唱花脸，花脸能够搭青衣很少戏，二进宫这一段呢有三个角色，青衣、花脸、老生，非常好听。这个故事呢我相信部分的观众都非常熟悉了，也就是简而言之就是那个这个定国王啊，这个徐元璋和这个杨波两位帮助那个娘娘把他爸爸那边想要夺权的阴谋给解破了，然后帮助他把幼主扶上王位，就这么简单一个宫廷戏。对，然后各位今天晚上请仔细看他们唱的歌词，你看懂的歌词戏词，你平时唱卡拉 OK 唱多了，对，看懂了戏词，你基本上就了解他们互动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及整个故事的架构。好，那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三位出场。有请。